我这是打开了结界吗？Hello，等一下，好像要维修哎。趁维修前玩个游戏。开学后还剩几个人呢？How many people？是还在写功课，是不是？还没有人呢，好神奇呀！有那个吗？会那个吗？等一下，好像要维修了。趁维修前，再玩一下下。开学后真的没有人呢。Amazing！整天都在维修，在修什么？然后欲望还没有出来，该不会以后就没有欲望了吧？我已经放弃了模拟器的梦想。昨天下播了之后，我又再玩了一下，正式退出模拟器界。气到把夜神删了。荆棘柠檬上线，快来快来！我们相约广场。这可以飞超高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它只能飞很高，不能飞很远。你飞很高，你还是没办法跳过去两扇门，最多好像就两扇吧。真的是天天修乐园呢，他就是给我修好哦。我不用上课啊，我是上班，我不用上课。海龟扭屁屁，呵呵呵。刚下课哦，好好哦，刚下课就可以玩玩电脑、玩手机，真是幸福爹斯。怎么样？今天开学第一天，是吧？是很开心呢。美乃滋，竹笋要摘美乃滋，正确吃法，正确打开方式。会卡吗？会打会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海龟牛屁屁，我要怎么找到你呀、啊？我觉得开学之后真的没什么人哎、欸，之前我只要上线大约3分钟以内吧，就大概会从天而降。三四位好朋友，可是今天我一边开车一边看看广告，这是个非常不好的示范。
但是我是个安全的驾驶，safe death。我大概看了15分钟的广告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，大家都还被关在学校里吧，maybe，还是在写功课，而且才下下来啦。写功课有玩游戏重要吗？干屋。你们是不是会看到两个那个啊？啊，我的缺 box 欸。你们是不是会看到两个那个聊天的那个框框啊？学校最恐怖的东西，没去。为什么要在里面待那么久？饭吃得下吗？看着老师的脸，你饭吃得下吗？诶。怎么今天就第一名啦？小跳一下，无法成为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怎么这样？无法成为模拟器大师。我还是乖乖的用手机玩吧，不然小游戏一两场就输掉呢。能看吗？怎么跑那么烂啊？别再跳了，别再跳了！卡乖嘞，卡乖嘞！讲讲讲！为什么有些人会搜寻不到我啊？好奇怪哦！他送礼物的那个系统是修好了吗？我答应要送一个人翅膀，结果都没有修好。诶，怎么这样？天要亡我！我已经很久没有输那么多次了呢，这条龙啊，是也没有多厉害，但也没有输的这么惨过。还有2个名额。是我是我是我，剩下一个名额，海龟扭屁屁，我看到海龟扭屁屁了，Suzuki，Suzuki，好少人哦，18岁，啊。你问100次都是18岁，我是老妖精。你看都没有人，好像回到了刚开始玩天天乐园的时候哦。一开始玩会，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会突然间有人跟随，真是把我吓个正着。现在没有人反而很不习惯呢。啊，女汉子，西宫也还可以玩呢。看来你们是不用上课的人。海龟呢？新衣服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看人超少的，好神奇哟、哦！来、啊、开个音乐好了，不然这么安静。加不了好友，没有好友，跟随不了。许荒，许荒，欲望修好了，爽啊！好，等下再拉屎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拉屎好了。拉屎，go go，go，回家拉个屎。放学第一件事情，玩游戏。
其他的事都不重要。啊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要去背趟，要去背趟。终于修好了，真的可以养宠物了。宠物用那个钱养只是太花钱了。诶，我刚没看到诶，他完成了之后有钱吗？Hello 哈，Hello 哈，出不去了，去看看我的宠物，头发麦照，照，紧照，来照，你追得上我吗？可以养宠物了。我看我的哆瑞咪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，他没有话要说，好吧。哆瑞咪，草草，我的向日葵居然还没好，看狗狗好了，没给钱，对啊，怎么没给钱？所以他是要修这个吧？应该是要修这个吧，还等一下的那个维修，应该是要修这个吧。希望把它修好，修好就好办事啦。你在上课？你在上课？怎么还有办法看直播啊？好神奇呀、啊！哎呦，可以带手机的话，那还有人要听老师讲话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看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哦，他有剑诶！哇塞，他连剑那个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有个时钟，然后很像章鱼的东西。看头发，好可爱哦！他把剑好大哦！搜寻荆棘柠檬吗？你就叫荆棘柠檬吗？是那个棘吗？派派对哦，好哦，诶，对耶，你好聪明哦，开派对就好找人了，来吧，我们来穿越所有的结界，跨越所有的门槛，Come on，是怂女的钻石好少，她之前好像是要维修，然后一次补偿了500个吧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大进账。可以加我吗？对吼，我还要抽好友。那我今天晚上整理一下好了，我今天晚上整理一下，然后把该做的事情做一做。我们明天还，我看我做完之后那个时间什么时候？你们再看贴文哈，看贴文，再来参加抽奖，抽抽。抽好友，抽抽，荆棘柠檬，你有来吗？欠530也在，我看现在谁在好了。诶，我98个，有人赏我，太棒了！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多抽几个。现在在线上的只有几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只有6个人诶，真的少超多的啦，平常大概有20几个吧。少超多哦，我也之后抽奖的那些人几乎1/3都没办法加我，几率整个大增。现在好像有1200多个吧，那之后好像又多了200个。如果是1/3的话，这样是多少？1200的1/3是多少？那个数学小天才可以帮忙算一下。3、4、4、800个，只剩下800个人来抽，那几率大增呢。星星属于头伏儿，星星属于我，按起来，按起来。
柠檬啊，柠檬，雷梦一对，雷梦，你们吃晚餐了没？钓鱼哥哥，我家昨天出两只诶，我自己在我家都钓不到，我在我家钓了超久，钓了2个礼拜吧，都没有钓到鳄鱼。凯凯说有考虑泳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要买那个最大间的那个游泳池的，是吗？正在吃晚餐中，我也是。假奔假奔，在什么地区呢？头份儿，头份儿在东亚，东亚的 Global Town，还没吃晚餐，赶快吃晚餐。所以今天没有 leg 吗？今天是否没 leg？是否？头发邀我，怎么邀你啊？How？搜寻吗？邀请好友？不行啊！哎，这怎么会有劝530？那他怎么来的啊？迷之券？难道这里有荆棘头粉吗？不是荆棘头粉，难道这里有荆棘柠檬吗？就算我看到你的答案，我应该没办法叫你过来吧？没有你耶。没有 this，你找派对找不到我吗？5点多也太早吃，怎么会？妈妈都5点都煮好饭了诶。大大头头分分，泳池房哦，泳池房没有考虑。我不是很会装潢诶，空间概念不太好。我今天开车的时候真的吓了我一身尿，吓了一身尿。我今天开车吓了我一身汗，因为我误把油门当刹车，整个大爆冲，吓死我了。现在看看怎么这种东西就坏掉啦，我不能送别人东西了。我还欠一个人翅膀，临时维修给机票。啊，我出国了，又把我遣送，又把我遣返，这可真的是哦，跌死！哎，超多人买那个兔子的，哎，它是一只混种的蜜蜂兔。那个兔子有2个脸，一个是这种有胡渣的，一个是很可爱的。拍影片吗？Yes,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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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Live, live, live. 教英文，live stream, stream. FB 绑定，我不用 FB。欸，他现在好像是为了要减少那个太多伺服器，所以他都有绑定那个账号。欸，好像是因为这样子才多了那个新的成就。嗯哼，7点多吃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正常的人类都是7点多吃晚餐的吗？你是来自 France 吗？法国的朋友，我
我进不去啊，怎么会呢？现在没有满人吧？现在28个而已。边上课边听，好赞哦！我觉得无线蓝牙耳机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伟大的发明。上班的时候偷懒，只要把头发放下来，就不会被发现了。上学也是，不要把头发放下来，能不能乱教？把头发放下来，就不会被老师发现其实在偷听了。重点头发要留长一点。钻 石只能等临时维修费，没错，每次都大进账。进去了，荆棘柠檬在哪里？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本尊长什么样子。荆棘呢？啊，海龟牛 BB，海龟牛，爱心大放送，要怎么边直播边玩？Oh my god，真的是一个让我花了好几百银两的事情，结果其实很简单。首先，好啊，可是用收尾好了。首先呢，你要有一台超屌的电脑，再来呢，你还要有一个超屌的网路线，一定要是接网路的，不可以接 WiFi，除非你的 WiFi 是6G 那一种，啊，我就没有。然后呢，再来就其实非常简单，如果你是要 iPhone 接电脑的话。这找到天涯海角都没有设备啊！我就直接用投影的了，我就买了 VIP 了。我买这个投影的软体 VIP 是1490，1490，终身的。然后那个截取盒，那截取就在那个截取盒遇到 iPhone 就像废物一样，气死我！没关系。你们有没有人在玩 Switch 啊？我想说，如果之后开学了，还是人那么少的话，我可以做一些我想拍的东西，就是 Switch。Switch 真是巨好玩，巨好玩！我想我的 Switch 上面有我玩我朋友的，有赛车的游戏，还有那个搬家的游戏，有 搬家。现实，你要把东西搬好，那真的超好玩的。虽然过程蛮智障的，就是因为智障才好玩。我真的超怕我边玩会喷出一些脏话之类的。头粉明天会直播吗？如果你来看，我就播。来不来看？来 or 不来？不会露脸的，要百万啊！你帮我订阅到百万，我就露脸。有什么？我刚问的什么？可以玩游戏吗？好哦。那玩游戏这些人，我要怎么再遇到他们啊？关了之后会被遣送到哪里？是自己家门口还是？我忘记了。关了之后是会被遣送到那个轰趴的门口，对不对？会被遣送到那个广场的轰趴的门口。来呀、啊，来玩游戏呀、啊！但是会晚一点。好，那我要上来了，拜拜！感谢你的光临，Goodbye。空荡荡，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留下来？呵呵呵，哎，怎么骂出去啊？二的门嘞，呵呵 要去哪里会面呢？
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爱心心一起玩，好，好，哇！等他修好了，我再来做欲望。人好少哦，好酷哦！感觉我们霸占了一整个伺服器，精湛！小蜜蜂，小蜜蜂，还有吗？头粉小队，头粉小队，没有人呢、啊，好吧，开始吧。我没有确诊，各位，我没确诊。已经有人开始维修了，哇！他们等下玩到一半就不见了吧？不见我就关了，不见就关了。我要第一名，我要第一名 ，I am number one。嘿，嘿，嘿，哎咻，哎呀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我还是过来了。哎，我命有暗了、哦。哎，那、哦、我看错地方了。我现在我还在刚那边，这里人跳一步啦。鸡排的 YT， 鸡排的 YT， 我不要维修，我想玩，我想玩游戏。他就不能等我们睡觉了再修吗？还是工程师也想要睡觉 ？Wow! Oh no! Wow! 想表达什么？这位叫做 Basic Math by Vanaja。Vanaja， 找不到你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你们如果有我朋友的朋友，如果有我朋友，哎，不对，如果你们是我朋友的朋友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啊，不一定一定要加到我。像那个肥伦跟平哥吧，是不是两个人？我现在也还没有加他们，加不到他们。可是他们好像认识女汉子跟维帝。所以他们都会一起出现。你刚进来就关了，真是拍死！国民呐赛，这礼拜都4点放学，是国中吧？是吧？是国中才是，只有这个礼拜是特别，只有4点放学，不然正常是几点啊？国中正常要哎维修了，哎呦这个维修浪潮。挤到我了，赶快关起来！维修的浪潮 ，sad， 好吧，明天见哦。我得再维修了，可恶可恶！正常是5点哦，那你们5点之后有办法看直播吗？再维修了啦，讨厌。国中4点半哦，是哦，我脱离国中真的太久了。我刚第几名啊？我真是太震惊了。对，突然维修这件事情太震惊了。你有看到我的脸哦？怎样？长得是什么牛鬼蛇神样？
瞎款。你一进天天就卡了，真的是恭喜你啊 ！Lucky 有 Lucky 打 Lucky， 一般都5点放学，高中4点。哇哦，高中那么早就放学哦，太幸福了吧！以前都还要留到晚上哎，啊也不用考指考了 ，Oh my god， 超黑皮的啦！拜拜。头粉几岁？咋被毁？咋被毁？原来上到7点哎，正常啦。今天开学是12点就放学了，好嗨哦！12点就放学了，可是现在网咖也没开啊，也不能去网咖，谁的？本来上完课要跟你玩，哎呀，怎么挑这个时候维修？讨厌厌！没来智商课几点啊？哎，玉姐有出现哎！你不是说你不能看我直播了吗 ？Jeremy， 4:50，怎么大家放学时间都不一样？国三超累 ，Oh my god， 这个真的超累的。到底为什么考试要这么难？我不懂。他考这么难，到底对谁有好处？算了啦，算了啦，哎呀，大家都觉得很累啦，哎呀，不要这样为难同学。考个80分就好了。平常7:35 ，I am Italian. Oh my gosh， 有意大利人欸 ，Hello， Miss Nicole， 不知道还要维修到什么时候？今天可以哦。好哦，3年级，好可爱哦！玩狼人杀哦，我不会玩狼人杀，我只会玩那个谁是卧底。我会玩谁是卧底。好，那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玩一场就好了。哎，不对，我的卧底好像删掉了哎，我看一下哈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先把这个烧起来啊。让我保有一点隐私啊！我来看我的手机有什么游戏，还是我要现场载 WePlay 来玩？好，我们来找 WePlay。哼哼哼！你们都会玩狼人杀吗？算了，我先下好了。明天见，各位。你连60分都考不到，没关系，我陪你。3年级要上安亲班。Love 噗噗，我怎么会有手机的画面啊？对啊，超酷的吧？嘿嘿。到底为什么一直维修呢？吃鸡游戏哦 ，Oh my god！ 我觉得你们会看到中风，国小3年级就会看到中风。你们看我玩射击类游戏，真的会气到跳起来，坐不住跳起来。拜拜托，拜托托，拜拜托托哦！明天见吧，各位。